下午四点钟，欢迎加入三立整点新闻，我是朱培姿。新闻一开始要特别提醒您哦，刚刚收到了最新消息，因为海葵台风的影响，所以南投仁爱乡公所宣布了下午三点起就停止上班上课。那信义乡公所刚刚宣布了下午四点起呢，也是停止上班上课。这些讯息提供给您，要特别留意。